瞬间就不见是什么样啊？好好恐怖啊，读起来啊！哪里有黄金？来来来，我挖给你。待会去上。耶，黄金！还有一整个。好，我可以先补一颗血。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居然在自己挖的洞穴里面迷路了。耶、yeah!！至少我不用怕走路死掉了。还一颗。哇，那么多！好吃。我的手好冷哦，在抖。戴个手套啊。行，为保什么？安。哦，也是。哇哦！我来拿黄金啦！嗯，找到我哈、哦。有，走过来就看到了。我来了，在你后面。哇，不止一颗啦，两颗，还可以再弄两颗出来。突然觉得心里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就开始浪。没事，这游戏怎么比恐怖游戏还恐怖？麦块是恐怖游戏呀、麦块不是应该是啦，它是冒险建筑恐怖刺激的游戏，适麦合块一年直都龄是被我归类在恐怖。十二岁以上小孩才可以玩，未满十二岁玩麦块都需要家长陪同。怎样？没有补血，我很爽而已。看能不能在这边种几个苹果树。可以啊，你刚刚不是有用到骨头？有啊，几根而已。
苹果树的高度需要多少啊？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种在出来，高大概七，宽大概五。七有、哦、看看，一二三，差一格，这一块应该可以种得出来。那、啊、大概就是看你是欧了，有苹果也要看有没有多的黄金，毕竟我们还有四颗苹果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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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出生拉波浪符，感谢梦梦。要帮我烧铁哦！有，我都烧了。我吃。刚说什么？啊？刚还想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说烧了。哦，不是前一句。我要黄金。哦，好，请给我黄金。不要管订阅了，给我黄金。重要的订阅。但是少数留在退群人呢、欸？退群吗？对啊，我还在退群。要顾一下观众。觉得挖得到黄金的话就太好，挖不到黄金的话就只能听天由命。首先先做出可以种苹果树的地方。给猫金币，给猪黄金也行，这还行。黄金猪，我寿司就有黄金猪吧？看来看来，很多很多游戏都有黄金猪啊。是哦，对啊，风之谷也有一只黄金猪啊。只是有些黄金猪很丑，就是。这样应该够大了吧？我觉得不够高。不够高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三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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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美公主花椰菜，感谢美公主花椰菜，并感谢小鱼旭。刚刚不是在爬塔吗？玩卡片游戏，有黄金吗？我干爹又有黄金了。多的黄金还可以给你多做几颗，要给我做啊！我做还要战斗啊！一定会给你做的，至少身上四颗会留一半给你。哒哒，那就是要认路呀。我刚走回来还差点迷路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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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啾口最帅了，波浪服我也很帅，啾口满意吗？哇，你们是打嘟嘟，怎么要讲这种话、啊？感谢陈旭的。应该够大了。Enderman 靠背。Enderman 走开啊！你还好吗？他在刚刚废矿那个位置看，看那边差点就被他看到了。这边。啊，他走掉了，他走掉了。看 Enderman 比 Enderman 还恐怖。
会快点，阿克。开始做事要蹲下了、哦，完快要发光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显示 ID 了。哦、oh. ，到了。两个啦。撒不撒出来就是听天由命啊，对吧、啊？哇、啊，这一颗没了，骨粉只有两根骨头而已。鸡鸡、啊，算了，不要种太多，种两颗好了，说不定还被树吃下去。要钓鱼吗？给你钓鱼，在这边钓鱼吗？对啊，农夫。啊，我先做。哦，给你。我先给你一颗金苹果。好啊。树苗多到都可以烧了，没有苹果。shift 钓鱼，河豚长得好痴呆，河豚一直都长得很痴呆。总觉得废矿还有一些矿车箱子可以开。要去。钓鱼的生活，很少把钓竿给人呢、欸。
不如顺便来农耕一下算了。种麦吗？像我记得我之前做钻石头，钻 石都要拿来做锄头。钓鱼除了钓到附魔弓跟附魔钓竿之外，应该没有其他附魔东西了。没有附魔。